在哪里？在哪里？在哪里啊？板桥剑道馆，就是这里。听说这边呢有非常厉害的剑道小子哦，他们看起来真的很厉害哎，好想认识他们哦。走，加上一点点的笑容，笑容。 笑起来给我看一下，露出牙齿，一二三笑。我这里有颗掉了。你有一颗掉了，你呢？我这里有一颗。你有几颗掉了？七八颗。七八颗，你说你有很多金牙哦。我也有很多金牙。你有很多金牙？七八颗。那你呢？只有一颗金牙。你只有一颗金牙，那你？我有一颗金牙。零颗金牙，但是你掉了一颗牙。我就是这里。这次是卖两只，扣的卖两只，漏两只。 打完再换人，可以吗？可以。可以吗？可以。大家好，这里是板桥剑道馆，我们要为大家示范的是基本动作。来，基本动作，开始。 我们一二三四五六，我们六个人谁最菜？你。我又不姓蔡，你们猜我姓什么？有人，你们现场的人的姓跟我一样。蔡。好，我姓蔡哦。大家都姓。王。没错，我就是姓潘。耶。请问各位学长，我这样子对吗？ 那不行。好了，观众朋友，好记得，谢谢学长，跟他们四个对打的时候，有一种度秒如炬的感觉。 学长，你们可以告诉我刚刚我们在打的时候啊，要打哪一些部位？我都不知道哎，因为我第一次打。你们一个人告诉我一个部位好了，从威加开始。打头。打头，还有嘞？打腹部。那你哪里得分？我是面。我被打了两次面。两次面得分。你的身体头是这样。头不能低，对不对？ 妈妈说我们走路要怎么样？抬头怎么样？挺胸，头就不会怎么样。起床讲，宝贝大明星。拥有 YouTube 有好多精彩的卡通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话，记得赶快按下订阅键，才能听到更多最精彩的卡通哦。除了订阅我们。